建成的。准备了没有？准备了。准备了，你看我看到我的外套没有？看到了，还可以。有没有很嫉妒？哇，怎么不说话？啊？哇，我这里现在满屏的都是嫉妒。我哪里嫉妒了？开四双鞋的人，不行不行。你又不是开了一条裙子，我嫉妒你干嘛？哇，你这个男的还开不出裙子呢，好吗？哇，为什么不能穿啊？要是我看到裙子，我就用这个黑哥穿一条裙子，气死你！你不要骗自己，朋友，看裙子，看你大腿，你爬身，还跑。过来，过来 PK， 你跑去哪？他为什么自动在跑？可以。我们跳哪里啊？刚一波。打野学校打野，外层这里吧，在黄店吧，然后之后再找车，这一波我们三个一起说了之后找车去机场，机场太肥了，跳了跳黄点了，蓝点哎，黄点是蓝点，好，一样，再一块。黄点，再一块。感觉我是有点延迟，刚才已经瞄到咖啡，就已经瞄到头了，没打到，居然都不知道跑哪去。肯定延迟还是蛮明显的。我擦，前面还有人。我擦，有人啊！前面有两个。我已经落地了，我没看到车。我操！我又摔了。我最近怎么老是容易摔呀？我找车，我看到梦梦啊，我开过来。前面只有两个，我们等一下把枪送了之后，我们慢慢的摸过去把他们给吃了。行。那我就先不找，不开那个洞洞了，怕吵到他们。没事，比较远，他们不会看到我们在哪的。同时先掉的。他们只有两个啊。看到两个都在那里。我有手枪了。我操！我连手枪都没。我手枪的我就是无敌的，我咋打了？就在前方。你看我重启一下就没有那么卡了，真的。那肯定要好一点点啊！要是不好，那不是真的很尴尬。都射了，走，打他们去。那我这摸把枪好吧，我找到枪，我只有一把手枪，可以打了。UZI， 这里你有背包吗？我有一级包。行。我看到我有物资了，来，都有物资了，冲锋。他们是落的蓝点吧？还是落的这个绿点？我们前面一点。对，他们是那个绿点。这边房子你搜过没有？看到了。这边楼上有 UZI。UZI 我也有拿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去搞事情。这边两个栋房子。搞事。走。蹦蹦我就不开了，怕他们听到声音。
三把 UZI 就是牛逼。我先冲往我学长，等我被打倒了，就被打倒了吧。然后一会儿就三杀 ，triple kill。那真的是黄点，他们在黄点。黄点是吧？黄点啊，没有看到黄点。哎，不是黄标黄标。哦，那我们我跑到绿点来了。行，你们行，你们先把这边收了，先把这边收了。我以为是绿点，行黄点，明白。啊，我也以为是绿点。看错。你们先收完了过来。他们两个人应该收不了那么快的。没有东西，这里没有东西。不用来收了，这里空了。有把散弹。有个手术器，你把它捡了吧。喂，这有 M4，先拿。哎，有 M4，来拿。你来我就拿吧。我来了。怎么过来了？超帅，跳不出去，床上也是。这里有辆蹦蹦，我来了，给我一把长枪。我来了。来，开那辆蹦蹦过去找他。我们远点停车啊，我们等会。往边上走，应该一个下车之后慢慢摸过来，一个往边上开，靠着那房子开。我在他们后面，我从侧面过去的。我在后面，我在高坡，我在坡上。门是开的。我在坡上，没看到人。他们会不会有车走啊？小心点啊！门是开的。仓库他们收过，你在仓库是吧？我刚刚是听到脚步声了。我，仓库是我。我知道。别说那么靠前。我在高处，没有看到有人。这间房没收过呀、啊。收了，我看这里全是开着窗的，开着门的。到后面。我去，那我看，没有人在里面，没有看到人在里面，应该是有挺难的车跑掉了。这里面的房间开过。不知道人在不在？应该是收。走。收过了。他们去吧。
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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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坡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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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就刚才你下来的地方。加枪，楼上的加枪。楼上的加枪，朗哥。我没在楼上。你拿 M 四加呀！哦，我冲上来了，来来来，你一起冲！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操操！我操！你在哪里啊？你还在房间里面干嘛啊？我没在房间啊，我走那个位置过来有人啊，他打看到我，他爬下来了，你过来扶救我了。去，你去扶他，我来压枪。老是慢半拍。我跟你说了，那个位置有人，叫你去楼上架枪啊。你跟我冲上来，你就一起来了，你还在后面，在后面你一个闪。因为你是 M 四啊，我他妈闪在楼上。所以说，我叫你一起过来啊，我就叫你过来啊，我没有叫你去架枪、啊。我过来啦，那个位置有人，然后我就回去啦。那我们他打了我，你没跟他帮我打半血啊？我是把他补死的，他应该是还有个队友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没死，我打的是我们两个打的是同一个。打的是同一个，你在这个方向找一找。操，有二倍了，怪不得这狗皮打那么准。哇操，还挺富的。过来过来，舔这个包。你舔你舔，你把你舔完了之后呢再说，我再加枪。行行行。这个一品。你蹦蹦是听到我这里了吗？速度舔，速度舔，速度舔。舔完了，舔完了，走了走了。他有枪，没有枪去捡枪，没有枪去捡枪。有闪弹。你确定你不去捡到那个包？有 N 破有那个什么？算了，我舔啊，我把他的射拿了。你舔吧，你舔。他还有把迷你啊，你拿两把枪，你这样没有长枪啊。迷你我没子弹、啊，我有把 UZI、啊。张波波是我顶的。他会不会在厕所里面？有我冲进去。刚好毒圈边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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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扔几步，坏掉了，有个摩托，小心一点，另外一个有可能在那边的房子内。对，另外一个人肯定是活着的。走，不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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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回往这边走。走走走。你们把蹦蹦，你们把蹦蹦开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堵桥去。哎，我们不用堵桥，这。我们不用堵桥。可以，其实可以。可以啊，打一波劫。可以堵一波桥。可以堵一波桥桥。有进吗？我有四倍。可以可以，我有二倍。我这也开不过去。不会啊，气死了。这冲锋枪的枪口补偿器。蛮有这样。这有7.6啊。
我等我发现，我才发现我现在还没有亏，你也没有亏。这里有汤姆逊，这里有汤姆逊，加油站那里有汤姆逊。汤姆逊，那我去放个汤姆逊。UZI 的伤害比汤姆逊要高了，汤姆逊的弹夹大一点。前面海边的房子，海边的房子凶。来来，给个补偿器给你，两个，你在哪？来，通风枪嘛。他上桥堵人去了。我靠，汤姆逊不能用。UZI，你不是用 UZI 吗？没有，没有那个。安好吧。要堵墙吗？堵墙还是比较爽的。有辆吉普车，桥上可能会有人，但是这辆吉普车是在摔在路，应该是摔在路边的，我觉得。你们谁有狙的枪口或者扩容可以帮我留一下？没有。哎，就放把 AK 吧。我在炮楼这里啊，桥上。去，我去对面。桥上应该没有人，有可能和我们刚才那样是刷在绿点，就说能和我们刚才那样上了之后就直接跑到机场去收了。我操！吓我一跳，差点压上了大哥。别，那就别开上来了。我看一下，好吧。看看对面，里面有多的亏吗？你觉得亏这种东西会有多呢？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。走。桥上没人。那下个村说在哪？你们5.56的子弹有多少？5.56我有。没有。我有123。我分，你要多少发？123，你给个30发我吧。那个圈还好，我不用开枪了，不用开枪了。你挺近的，跑过去了。看，我们卡着，我们躲后面的边缘。你吸进有尿吗？没有。给我一个吧，没事。其实我就这里。你应该哦，还用 AK， 用 AK 可以打。
续我的盾。我操，前面也有补给箱，一定有人呢。我们慢慢摸上去，摸到房子上去。一个人跑，一个人往前面加枪，一个人往后面加枪，注意一下，好配合。不要一起往前跑，一起往前跑就没人观察了。有人在舔箱吗？预备房子里有人。嗯，我们再看。好像没有人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没有人，里面的东西没被填过，防弹衣没被填掉吗？没有人，弹药没有填，防弹衣也没有填。五点，这有7.6啊，马哥你先来找他捡。我有100多发了，应该够。随意，没有被填过的。正前方有枪声，一方向。这有一把散弹枪，叫我把我捡到一个红莲镜，等一下我把红莲镜给你。还是东方向一方向走向，出来了，1分43秒。那边那个房子我看一下，看得到吗？有4倍看吗？我这里看不到，没有人，应该是没有人。我们是不是该撤了？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亏，比较伤。我也没有亏。这里有个平底锅，这里有平底锅。枪声很密集啊，打酒吧吗？打酒吧？没有，看错了，是把三刀子。我这有个4倍。有4倍吗？嗯。四倍就速度拿。4倍拿了，等会分给我就行。还是你想用4倍？你用也可以用4倍，其实挺好。别说了，那个这里有个一级盔，有2个一级盔，速度，就我这房子内。我刚才。看到没？懂了。有人是不是？不能再说了，走。等我那边吧，太慢了。堵来了，从下面绕。
哇！正前方，那边的坡后面，应该是坡后面。我们下面房子没开过，但暂时没看到人。坡后面，就在刚刚了，就在现在那个坡后面。我们去看反斜坡。打得很激烈啊。哇，居然吃到毒了。我们要卡这个，我们要进这个炮楼吗？引炮的不行。有队，小心！跟 W 方向，W 方向。等我要被他们卡了，等我要被他们狗屁卡。我们从右边绕一下吗？你们冲，我帮你们加枪，冲，速度冲，时间不够，你们先冲。我开始有点网络延迟。弄好了掩护我，冲了。我在掩护你。你没要吗？哎，我怎么，我操！等一下，这网络延迟让我有点慌。有人。哪个方向？后面。应该在我的右边。在右手边 ，S 一方向。对，应该是 E 或者 S 一。好，出来了。我看见坡下有人跑，没事。有人跑，要打吗？是，没事。两个。路延迟有点。我们打，打背后的。我操！好卖，我给发现。卡酒吧。他在毒圈外，他过来了，摸过来了，在你们背后。我应该是被正面的枪打。我被卡九包了。哎呦，这个延迟是真的。有点刺眼，听到我说话吗？我觉得我GG了，哎，好烦。